魔女制作团呢发起了一场寻找百万富翁的实验，就是通过玩游戏运气考验，然后抽取这个刮刮乐。钱吗？嗯呐，没，有点没底气。大车回去。大家就是会开玩笑说你是那个广西人吗？哦，对。刘宇说过，然后那一天我就为什么广西人怎么了，然后他就给我放一个视频，来广西第一天，来广西一年了。对对，但是真的很像我，就是口音特别的特别的像我。那我们现在有一些中文的趣味考验，是我们中国最复杂的文化之一，就是人情世故。人情世故这个词有没有听？陪一个朋友去商场，然后他试了一件衣服，店员一直围着他说，哎呀真好看真好看，但是他悄悄看了一眼价签，问你，小九你觉得呢？挺好看的，挺适合你的。啊，就是如果是我，虽然有点贵，但是我觉得挺好看的，你买吧。打那种，我不是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太贵了，不要买不要买，不是这种人，我就买，你买。走过路过，